最近很夯的一个议题啊 ，CPTPP， 可能进口车要变成关税要降下来，要变成零关税的状况之下，那国产车压力很大哎。国产车未来还有没有竞争力？这些品牌的车主们呢，拥有10年，但是呢，他们平均的养护成本呢，最贵的太快了，第一名